先给老师鞠仨躬，一个俩仨。你考这贯口，哎，你要谨慎的转啊。好，你选择转还是选择不转？我先看有什么，我就琢磨琢磨，我转一下吧。好，转一下啊，别动了。好，我再重新转，我想来这。哎，不要动了啊，不要动了啊。啊，这我转多了，我怕转这儿。哎，你话太多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转了没有啊？转了。你哪儿转了？我还没转呢。现在让你转一下，你听得懂听不懂啊？这叫考试吗？我说多清楚，转一下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你选择考哪个？我选择考同仁堂。好，那这样，哎，咱们背一个报菜名儿啊。报菜名是这样，我先背。好。你顺着我往下背。好嘞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儿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十里酥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让鸭子，罐儿鸡，罐儿鹌鹑，卤十件卤子鹅，山鸡兔脯，菜猛印玉，清蒸哈士马，烩银丝，烩鸭腰，烩鸭条，清拌鸭丝，黄心管，焖黄鳝。哎，不要再背了，你要再背我就让你过不了了。好，那就不背了。好。哎，这个就让他过了啊。那您给签个字。哎，写手心，写手背，写手心吧。写手背怕看不出来。